上海索广电子有限公司2009年度忘年会暨2010年度第三届艺术节于2010年2月6日在交通大学体育馆隆重。本次晚会以树创发理念、迎世博盛会、展员工风采、塑企业新貌为主题。晚会采取了和以往不一样的形式，全员参加，文艺节目最多，奖品最丰富。晚会由文艺表演和抽奖两大环节组成，拉丁、小品、歌曲、乐器、芭蕾、戏曲等等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，展现了 SSGE 员工的风采。绿化是不是就是录像了呀？绿化 OK 了啊，是了。对对，这个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。三个人，后面的八个人，刚才我点的八个人是蓝色，好，后面后排后面三个，这边三个是黑色。我都入って、
老师给我来张特写。就是贴到这儿，然后吧，可以了。哎呀，你的可以是要会给 movie 哎呦，亲亲太阳亲爹爹和奶奶，亲身欢亲人，这里的奥妙。Thank you.